吼，马关条约，都当搁甲大家讲。啊，那美国总统暗有台湾的占领权，请问第多一个条约？吼，都当嘛甲大家讲吼，旧金山和平条约。来，咱来讲吼，到底咱甲日本啥关系啊？搁甲朝鲜哪有啥物关系？大家知影嘛？日本甲清朝，迄大清帝国，咱莫讲清朝，迄大清，伊是一个国家。啊，迄阵国际拢叫因 China 吼。啊，为什么甲台湾有关系吼？就是迄个日本甲大清帝国吼，拢甲你说上侪迄个朝鲜嘛。啊，朝鲜内面吼，因的迄内部吼，啊，都在那里作乱啦。啊，变是讲，日本嘛有咧看即个朝鲜，啊，大清嘛就咧看朝鲜。啊，两个国家咧上侪咩喏，啊，就定一个迄个叫做。日清的天津条约啦，吼，在1885年吼，4月18日，吼，啊，若讲上咧叛乱哦，拢爱通知对方啦，啊，都一概讲是伊咧朝鲜的迄个当合同吼，啊叛乱啦，作乱啦，吼，啊，就伊前伊讲啊，为什么你日本来撤兵，啊，两个都咧迄个大清帝国咧甲日本咧相争嘛，争说，伫咧迄个即个黄海吼。这个所在吼，黄海这个所在啦，啊，发生这个海战吼，这个黄岛海战，啊，就造成这个冲突，啊，就引起这个日清的甲午战争，啊，就爱咱一个战争来发生，那是对方来宣战，啊，无宣战这个战争就无效，就变成1894年吼，这个8月1日开始就咧战啊，啊，你来看，你看《合关条约》，迄个1895年4月17日，你大家算算看麦，跌跌个，无8个月哦，输啊！大清帝国毋是遮侪船只，啊毋是迄个北洋啥物舰队，啥物外国60个月无？因咧吨位遮悬个，会使逮遮侪人个，啊船枪大炮会使逮对无？啊来蹦落去遮大，遮大来蹦死人，蹦船啊对无？啊那安尼8个月就无去啊！你知影人个日本是明治维新个，人是外强个人。啊！你轻易甲日本咧要作战，啊！你嘛爱扭看伊个骨扭动啦。我是感觉是安尼啦吼，唔是要骄傲起来哦，是讲你要掌握自己多少实力，做多少事情。因为你无了解你家己，吼，即个国家大清无了解因家己，造成遮侪迄个震惊，无需要震惊啦。这就是伊无了解伊家己。啊，八国诶联军嘛，八国联军是安怎引起诶？啊！大家拢讲什么列强觊觎中国的土地跟利益，惨干嘛呢？是不是呢？唔是哦，是恁大清帝国瓦菲律去台人迄个传教士，共台人迄个大使，人十一个国家你共台，人只8个国家哦，甲8个国家对你宣战而已。那啊，佫规那毋是全部，人佫都吞论你嘞。啊，你共台人的人，你免负责任嘛？吼、哦，遮侪历史吼，就是。在于大清帝国，因中国人唔知影因到底因家己是虾米位的人，他们有多几两重，他们了解他们自己嘛？所以，咱爱了解你家己，你带下台湾民进府，你要做虾米？你要了解自己现在在做什么？你掌握多少自己的资源？要安那投资自己，这是最重要的吼。啊，咱来讲《合关条约》，搁倒我讲日本天皇嘛，咱来讲英语吼，英文的这字 Emperor of Japan， 日本天皇的意思。甲迄个日本政府啊，日本人民，迄英文翻译拢无共款，啊，因的族群嘛无共款吼。日本天皇就是日本天皇嘛 ，Emperor of Japan 嘛 ，Emperor of Japan。啊，即个甲你讲好好嘛，啊，就是即个大清帝国，即、這个大皇帝陛下甲大日本大皇帝陛下嘛，啊，陛下来陛下去在创啥？伊第二款内面吼，第一条嘛，才讲得清楚的嘛。啊，这边什么奉天啊，日国独属国的，这个拢让这个日本嘛。啊，搁人个第二款的第二条甲第三条，就是讲到台湾，吼，迄个岛属所有的迄个全岛的岛属，啊，甲迄个平湖列岛，啊，这拢是迄个格林威治迄个角迄个纬度吼，经纬度遐个所在，挂让日本天皇。啊，请问这是毋禁锢？这是毋禁锢？禁锢讲。当这个台湾这个地客，这个所在主权上的日本天皇的，啊，白纸写给你的，这敢会偷摕来证明吼？吼，啊，你是讲你领有台湾这个土地，你有这个主权，啊，你无甲抵力，安尼嘛袂使讲这个是算你的哦。人你看，啊，人甲人抵力，这個、做册户口，
你大清帝国统领咱台湾2212年，啊，你有甲咱台湾人造户口无？造户口是咧造啥？就是甲你即个人做记号。哦，我即个人啊做记号，我有我的户口，表示我即个人伫咧即个世界嘛。啊，我要安怎做？安怎安怎走去倒？我有通我找我即个人找着对无？哎、欸，这是偌大的功德呢！你若讲大清帝国伫统治咱台湾迄时阵，恁台湾人安那淡仔都翘起，啊，大家都风高野外，你嘛找无即个人，啊，失踪了，失踪就无去啊，地球都消失去啊，啊，就找无你即个人啊！啊，所以即、這个代表是安那，甲你看中你即个人要做因，迄阵啊，咱叫因嘛，但是咱已经是日本人啊，伊是咩甲你考过来做你的兄弟姊妹嘛？啊，这就是禁锢嘛，甲你当作你是我家己的人啊！因国内嘛咧做这户口，哪有可能我即马甲你，你我领有你台湾，我无去甲你做户口咧？你表示要注重你即群人嘛，即、這个土地的人嘛，对人基本的尊重就是做户口嘛，吼！啊，搁转来看讲，咱你知影迄大清帝国做的铁器，敢有合乎迄个国际标准？啊，到日本哦，啊，该甲你拆，拢拆起来啦，因迄大清帝国做的吼。啊，拢做迄个规格吼，不合的啦，啊，拢拆开，啊，因做嘛做到迄个新店尔，啊，纵贯路线，迄拍通的迄就是日本人，迄伊甲咱拍通的，啊，过来加南大尊，大家拢知，有啥无知？你若无加南大尊，你请问咱敢有水果？啊，敢咱有迄个米？吼，啊，敢好的水，通好互咱台湾人用？啊，请问这爱钱无？迦南大尊这爱经费无？爱无？爱呢？安尼一百年前迄、那个，安尼算起来，要一百年啊！1900年嘛，到即卖你看，佫剩要6年，就要一百年啊！你知伊做是安那一个铁，安尼一个安那共迄个结构安那是啊？这严谨的，安尼去做，爱通去倒，楼去倒，这人拢有设计好好的呢。哎，佫堆加加迄个5000万的迄个地标哦。哈，迄阵的5000万是遮大个哦。迄阵日本的经济遮好个哦。安尼吼，开开的，佫比佫堆加佫较侪钱。啊，若伊也佮你当作你是殖民地，伊叫你缴税金就好啊，通我佮你做建设咧，对无？我讲你就爱每年交偌侪重的迄个税给我，啥物拢爱税，安尼就好啊。给你建设要创啥？这个吼，伊假是讲1000多公里吼，安尼加起来啦，这个支流甲主干，这加起来比万里长城佫较长呢。啊，请问万里长城意义是啥？万里长城意义吼，遮尔长是要甲因遐所谓迄个中国的国土内面，甲恁。人族群把你分割出去，那意义吼，敢会使比咱这個意义？这个意义是要把你苦做伙、莫做伙，是安那好好对待咱台湾人，至少让你好物件吃嘛，正面嘛，你台湾无人，这个无米通吃，哪会使活落去？所以这个河川、这个灌溉，这重要的呢。迄阵的土地拢大苦苦，你知无？要哪种物件？人安尼。是安那甲你建设？你看你迄个巴田鱼，伊是偌伟大的人，到今嘛台湾人，佫袂使甲伊忘掉他伊的贡献呢。伊是偌伟大的人，咱台湾的救星都是伊，毋是蒋介石吼，蒋介石是杀人魔。啊伊咧，伊是救咱台湾啊，互咱台湾好水好米好水果好经济。迄、那个伊就是伊的功劳呢。啊！你讲你伫殖民台湾，啊！若殖民台湾，为啥要照顾你？殖民地啥？你知影无？伊知影无？殖民地甲你的本国人民，迄差别待遇是无共的哦。吼，过来看这吼、個，内地延长吼，啊，到这个破烂会啊，皇民化这个明治宪法，咱阁继续来看。啊！伊甲咱死证40年了后来办一个破烂会，这个是伫咧倒，你知影无？已经才进步啊！你看咱大家清查，啊，阁建设，这个是迄个台湾。历史博物馆的，你管前路去打，你家看嘛。哎，这只现代化，我咪甲你讲，你是毋叫做是即嘛？有无？我今拢咪互你看这乌白，这彩色互你看。哎，你有是感觉讲是即嘛对无？
你看人家才进步啊呢，你看这个设备，你看我医疗嘛，啊，搁这这个，吼，人家是安那做，啊，搁人清查，啊，人是啥是安那做这个戏剧，吼，啊，你来看，啊，搁这个建设，吼，啊，你搁他妈在佚佗，啊，你还搁闲他妈在么佚佗，啊，表示你富裕啊，你有钱通赚啊，啊，生活袂歹，你该会使，该会计建筑这么好的建筑物，啊，搁会使去佚佗啊，啊，搁面搁笑容。啊，搁有使去听迄个音乐会，啊，搁迄个人迄啥物舞会啊，啥物如果说过的无？啊，人迄生活水准就遮尼悬啊呢？你看，安尼敢殖民地？你看个敢殖民地？伊一开始就要当作国土的人民啊！啊，若殖民地就免安尼做啊！我就像伊就中国人伊安那啦，因安那对待因人民的，啊，你就交税金就好啊！啊，你交学税就好啊，有钱通赚好啊！要对你偌好？吼，你来看嘛！啊！伊为开始，伊就有这种内地沿岸的主义嘛。伊为迄个琉球了，要沿岸过来咱台湾，啊，到迄个南海嘛。伊规个拢靠的拢是迄个高雄州的，就是伊纳入伊的行政区域嘛。啊！伊开始就是要甲你当作你是我的嘛。我就安尼开始甲你迄个皇民化嘛。啊！是迄天才开始，其实人一直有咧做啊，分遮侪阶段安尼。啊！那你看这白色纱布，你也要做日本人好，你甲日本人的姓。啊！你也无，你请你转去中国。啊，一寡堆嘛人嘛走去中国哦，也无几年阁转来。啊，人遐比较啊。啊，迄阵头脑无清楚，伊嘛袂代表讲伊永远无清楚嘛。已经外口了比较嘛。啊，你要转来嘛是互你转来啊。伊也嘛是甲你包容啊，对无？所以呢，做日本人敢有无好？你要做大清帝国的人吗？还是高分野举？啊，你互你选择啊。啊，有巧的台湾人留的啊，啊无巧走去中国啊。吼。啊，果然，你已经实行，你看，1945年4月1号实行明治宪法。什么叫做宪法？宪法就表示讲，我正式甲你讲，你这是我的，我有你参政权甲参战权，我给你做兵，吼，为这个国家来付出，我给你这个权力。啊，我给你有迄个选议员，给你代表去因的内地去参加会议，啊，重视恁台湾人的发声，啊，表示你就是因的嘛，就是当。日本就是咱个国家嘛，对无？啊，那是讲殖民地，啊，殖民地佮做这要创啥？落个说过个，啊，殖民地就是佮你学就好啊，佮你学你个钱啊，学你看你有他妈个剩余价值无？吼，所以咱佮称一下好无？莫叫迄个国民党因迄个中国个教育安尼洗脑洗甲大哭哭安尼，毋知影你个根本伫倒，啊，你人爱饮水思源，人安尼对待咱个，啊，咱是安尼佮待日本人对待？你讲洗脑，讲咱爱去恨日本人嘛？因即马中国人嘛是安尼嘞，洗脑讲，让因咧中国甲迄个日本吼变成世仇。啊，请问为虾米人日本有大东亚？因的迄个战略，甲因的一种大东亚的那个共荣嘛？啊，你像你在大清帝国甲中华民国，伊要糟蹋因中国人，伊要对付的是一些军阀，因咧为政不仁的人，伊毋是要对付的是因中国人民。啊，因中国人食一吞的迄、那个。为政不仁的人，历史给你黑白写，写讲安尼，让恁迄中国人甲日本人做世仇，啊根本就不相等嘛。啊，你讲要侵略，啊，跟日本人无关系啊，哎嘛是日本军阀嘛，就一群日本人也有一些野心嘛。啊，你袂使甲人拢当作拢是歹人嘛。好了，啊是就甲教育，甲你洗脑洗脑，讲哎，南京大屠杀，啊，如果说个哎，我都无呀无这代志嘛。啊，历史拢甲你扭曲。啊！因迄南京大屠杀迄个博物馆内面，迄底迄个人哦，迄拢是迄个文化大革命的，啊！来甲你剪接，啊！讲迄是日本人抬，日本人迄阵的震惊，哪有要开大国通个枪支去甲恁抬恁20万的人？迄就是恁中国人的思想，恁就是会安那对待别人，你就是安尼做，啊！迄历史拢假，拢是恁去创的。人要应付美国都应付袂了，佫通有开大去甲抬恁20万人？啊！迄阵南京嘛无20万人。啊，坦白讲，人日本人迄个军纪，啊，甲人迄明治维新人迄种军队拢较有水准嘞。啊，伊那白讲，即20万的人，啊，后援组织，甲你搬，甲你迄个鼓励，啊，你来对我付出，我为啥都爱抬你？啊，你逻辑思考一下，你也是一个军事家，你会让你的军队遮乌有吗？迄个是因中国人的思想，中国人制造的。我阁要继续讲哦，因中国迄种嘴脸呐、啊，那为啥甲美国阁有关系？吼、哦，就是因为吼、
啊无啊无代志啦，可能嘛是有代志啦。日本人则唔甘愿，伊甲冻结伊迄石油输出嘛，啊，佮甲冻结伊因的迄个银行的什么嘛，吼，后因袂使经济变，日本的经济变歹嘛，啊，就去迄个美国人落去甲迄个珍珠港轰炸嘛，啊，轰炸了就变，啊，人嘛无可能，你甲轰炸台湾的人，我置之不理嘛，来震惊，吼，啊，但是啦，啊，就两个炸弹嘛。原子弹投落去，死遮侪日本人，那个真是惨不忍睹啊！那死早要死早死过十万人，真的屠杀就是这个屠杀。因为人民是无辜的，你别讲你为政者，虽然你有东亚共荣很好，但是呢，你要适可而止。每个两个迄个美国人，你还有一个外交的方法可以做，不一定要说是用战争来解决事情了。譬如讲，咱甲人冤家，咱也无一定爱去告人，该使解决代志对无？啊，咱会使看有较温顺的，啊，两方面拢莫伤害着，毋是真好，吼，吼，啊，输了后来卖帅嘛，来叫迄蒋介石来，一般命令第一号，你叫蒋介石来啊，甲人比原子弹搁较恐怖，一个石头弹咧台湾，弹到即马要70年啊吼，啊，咱台湾同款搁会洗甲大口口，啊，人迄两颗原子炸弹30几年都。迄个建设完了，很快就恢复了。啊，咱台湾人今嘛够恢复吗？那对人心的摧残，那怎么恢复呢？让台湾民进户以后要，迄个扛很大的责任，大家心里要心里有数。你回家一定要好好的投资自己，要会宰掉，让跟华姐讨论，好好该走啊，不要被轻易打倒。人家看你的就是你的眼神，嘿，看你的目睭，你目睭落落无？还是你目睭金无？人迄在中国。迄、那个社会内面，人看你个目睭，甲你个气势，伊就知你这个人有几扭动啊！我来讲哦，你袂使软弱，我不要都当下你讲杀鸡剑，你底下辛苦诶，你都爱没，不是讲你要有杀气啊！你就要让看你抖手，你那个人的气质就出来了，你就免惊伊啦。这个杀鸡剑都当下甲你大家讲哦，安尼咧，因知伊要败啊，对无？啊，紧紧哦，紧甲因那位旧台币，因咧摸啊辛苦个旧台币，紧来换做台湾银行券。怎伊要走路啊？哦，1949年6月15日，佮甲即个、迄、那个一块的新台币换做即个旧台币，你看，伊已经甲换做台湾银行券，啊，因家己无伤着啦，伤的是啥人？咱台湾人诶，偌侪人死，你知无？活袂落去，你知无？这是活吞打咱台湾人，啊，因顶着好利益，拢是因家己中国人去得着。来，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因拍战争书啊嘛，吼。1949年9月2日，证书；1952年4月28日，旧金山和平条约。啊，到底伊个内容是啥？要都当我一个一个讲予大家听。我先来讲开罗会议，大家讲，哎、欸，侬甲恁洗脑讲，啊，迄个台湾就是已经害予中华民国啊啦。开罗会议啊，迄中国嘛是啊，因咧伫迄个对话，迄中国嘛讲，哎、欸，开罗会议讲啊，嘴甲全破，破死台，啊嘛是讲啊，快走快。那个嘴破一大堆，啊！这伊根据开罗会议嘛，啊，咱就来看开罗会议嘛。请问你看这开罗会议，这伊讲是条约的，这个格式是条约的格式吗？哦，大家要基本来分清楚，伊这是联合声明一个会议嘛，会议来宾联合声明，以声明稿啦，宣称尔啦。啊，因为蒋介石吼，伊吼要保持伊的迄个实力。要去拍共产党，啊！伊吼拢无要认真甲日本作战，啊！日本嘛无赶尽杀绝哦，因为拍到重庆互伊窜起来，人日本毋是赶尽杀绝，伊嘛培养他，伊也蕴含伊个能量，伊还够，伊大东洋啊，规个拢爱去设计讲我倒要拍倒，啊！还够伊够迄个苏联嘞，还够迄个美国嘞，还够中国，还够其他个所在，够伊南洋。因那种布局呢，战争有策略呢。你若要赶尽杀绝，蒋介石早就死翘翘啊。人唔是讲为了拍战争来拍战争，那是伊为了东亚共荣这个计划来拍战争，是讲无意国去搁去掠落美国，啊，美国搁砍下了列苏联了，所以日本输得很惨。但是他对日的中国战区他没有输啦。你要看哦，伊无认真去战争，吼，啊，都来拜托。这个要讲雅尔达密约，搁一挂堆个啊！伊这因这两个人甲伊靠做伙，讲你无拍拼、拍战争、拍战争啊、作战啊，我落和你这个
台湾，吼，台湾这个所在吼，互你食一个甜一个啦。伊讲啦，来咱来看这个甲放大吼。伊一讲哦，这片吼，就是爱甲迄个，伫迄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伫太平洋战争遐一挂小岛占领的啦，吼，啊是拢爱偷偷出来啦。窃据呀，但占领啥物啦？占，伊讲一挂对民意嘛，拢偷偷出来，吼。啊，这个伊要偷出来无争议性嘛？啊，你来看这个，伊即马是讲伫咧迄个这条内边讲这片嘛，吼 ，have store from 迄个 China 嘛，像是迄个满洲国嘛，啊，甲迄个 Formosa 甲迄个 Castories 这个朋友嘛，啊，拢爱返还。Restore to the 什么 Republic of China 就是 ROC。大家先来看这争议性的都 has 都是从过去到现在，这是完成式嘛 ？Stolen， 我为过去甲今嘛偷摕，拢爱害哦，为中国拢害。啊，请问你这个1943年10月1号，你这个时间你哪会去讲到这个下关条约？啊，你若讲到什么食的所在的利益？你讲到人已经人，这个台湾已经是日本的国土，你是咧讲讲到食要创啥？偷摕？请问敢有偷摕？我甲拄仔讲啊，下关条约白纸写互你，还是偷摕伫倒？这打问号，啊，我讲问号。这已经甲你讲合法的这个下关条约啊，主权伫咧日本天皇。啊，过来，你过来看，你。中华民国输出讲要废除，这嘛不可能单方面废除。过来，民地向我来国土啊，国土是袂使挂牛的呢。啊，你来看嘛，迄、那个即、這个蚕宝宝，啊，你大清帝国才即地尔，啊是日本去甲完成一个完整的台湾即、這个国土呢。啊，请问是要害你啥？你都无甲做一个完整的主权嘛？是日本人甲建构一个完整的主权，你叫我害要害你啥啦？我嘛唔知要害啥，你要害啥？对不？啊，过来，你内容我都讲格式唔对嘛。啊，过来 ，restore it， 也是讲返还海啦。啊，你若讲这个是条约嘞，敢会需要讲海？伊个都 set 就是用挂好哩。条约一定会讲割让嘛。啊，你这是声明尔，我翻译安那讲就安那讲，但是割让不能轻易讲哎，因为你要法条，它才有根据哦。所以伊若讲，嗯，我给你啊，啊，我着美国甲法，我美国甲英国，我着身躯着无台湾的主权，啊，我讲，我要安那讲要害你，啊，你毋是咧甲骗，啊，就介就叫人骗啊，啊，伊甲当作讲这着是真的啊，啊，用这来甲阮骗嘛，甲台湾人洗脑嘛，啊，你家看哦，二次世界大战，敢嘛是三国尔嘛，诶，总共偌侪国家，人是安那签，你大概看嘛，51个国家，迄个。旧金山和平条约就爱51个国家，啊！你这个三个国家，你他妈才利益受受，安尼对吗？不合乎国际战争法，那对。啊，哥，你最重要的依据是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。你看中国有咧讲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无？中华民国有咧讲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咯？无，绝对不会让你台湾知影，甲你一直甲你洗脑，讲是开罗会议送给中华民国了。问题他已经流亡。已经流亡啊，是要安怎讲要送乎你？伊嘛无讲伊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，伊有甲讲要继承权无？怎么继承？啊，你都流亡了嘛？啊，嘛唔是要乎你呀嘛？还是你讲空嘴无舌，要甲你哭起来，你紧好啊去认真做这经嘛？对不？这里乎大家了解啊，这波茨坦嘛是跟第八条嘛？吼，那也要讲吼，讲遮多啦。啊，这麦帅，我看有时间无？这麦帅一般命令第一号啦。啊！伊跟接收迄个佛摩萨人台湾嘛，啊，过去迄个越南嘛，啊，伊嘛就较少吼，伊是派陈诚来接收嘛，啊，伊伫迄个越南北部，伊是看卢汉来接收，啊，伊嘛是要去甲咱因迄刚刚刚台湾共款，咱台湾迄物资啊，啥物经济，啥物陆陆续续个，拢原来因迄中国去作战嘛，甲阿强相拍嘛，啊，越南北部外人嘛是安尼呢，伊死200万外人呢，啊，出一个啥人？我问你，胡志明。英国父嘛，伊知影蒋介石有即个是垃圾，人讲卖讲迄句较歹听。伊知影伊哦，要去甲赶出去，伊就去甲法国人讲哦，啊，无我两个恁通领好啊啦，啊，请恁甲即个蒋介石
紧甲护走安尼。啊，到后来吼，要对付法国人，较好对付嘛。伊遐做迄个是安那吞打英国人的，英国人的历史咯，我伫写一届。伊咧在痛恨即个蒋介石，因遮个中华民国集团的人，伊毋是咧痛恨咱台湾人，就所以咱莫甲误会。痛恨伊安尼是安那个剥削因人民个炸光光，哦，间接直接死亡了200多万。咱台湾二二八事件，还佫白色恐怖，台湾侪人，因中国人的嘴脸就是这样啦。啊，免啊嘴脸安那讲，我佫继续讲吼。咱佫来讲吼，日本投降书，这佫要甲大家讲吼，投降是面对即个蒋元帅投降，不是面对即个中华民国政府总统蒋介石，所以伊是盟军的统帅之一嘛，啊，伊较好稳嘛，啊，比佫。我唔知影，迄三卡鸟啊，要甲当作是同盟国，啊，就因为就甲日本相争，啊，无甲当作同盟国，要甲上当作同盟国，啊，就去捡到便宜嘛，啊，就是因为中国战区对我投降，那是一个投降的仪式，唔是讲对你这个政府投降，啊，你有战败国，你也没有，你打过什么战争啊？你蒋介石，你被赶到重庆，人家没有给你赶尽杀绝，施恩于你。啊，你保持你的几个军队，只是要打共产党，你没有真的要打日本。你打日本，你早就真的亡了。你怎样？你怕不赢啦？怕不赢？迄个日本嘛，啊，要靠势人，迄个英国，啊，加迄个美国。我来讲嘛，伊签的这个投降书哦，这个崇光会是代表两个政府，两个啊对象嘛。我讲到 Emperor of Japan 加 the Japanese government， 这个是。无同款的迄个对象，我要讲的是讲吼，你袂使讲甲日本政府放弃台，我来讲吼，倒当家甲日本政府、甲日本天皇、甲日本人民是不同的对象，你不要把说日本政府跟日本天皇混在一起，啊，你对旧金山和平条约你都很难解释。吼，我来讲旧金山和平条约，伊就 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,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and Precatories。即、这个佛摩萨是台湾的本岛，啊，就太平洋，啊，即么食安尼叫做台湾，哦，这两个所在合作叫做台湾。Japan 就是 Japan， and its government， 唔是 Emperor of Japan， 所以伊放弃的是即一款一般的主权的权力，唔是主权哦，这个、主权是 sovereignty 哦，哦，即、这个主权哈、哦，英文啥呢？好、哦，啊，这个、主权的权力。即、这个是 all right， 吼、哦，啊，即台体就是伊即、这个，我对即、这个即、这个台湾即个所在伊名义，啊，即、这个、要求就是讲对外宣称台湾这是我的，吼、哦，这三个是包括在主权里面，但这三个不等于主权，啊、哦，这是伫咧旧金山和平条约这个二 B 来宾吼，叫下二 B， 哦，即、这个一定要甲记起来，这是让你曾经拥有，你才会放弃嘛。所以让台湾的是明明白白就是日本人的啊，你没有拥有，你怎么有可能放弃呢？我问你啊，啊人你跟恁啥人啊？比如说我结婚，就是因为有结婚，才有离婚嘛，对不？意思是安尼嘛，好。啊来，你势必啊美国军事政府对台湾配偶有处分权跟支配权，啊你中国人有无？还是让你代占呢？啊你凭啥？那安尼非礼对咱台湾人安尼吞打？来，搁第23条诶，主要占领全国。安尼，你即个中国人敢讲无？啊，你敢讲，你就拆破伊个迄个小鬼仔壳啊！请你这三条甲记起来吼。啊，这吼是伫咱迄个解密吼，内边的第三步，内边我甲挑起来重点。就 ROC 即个 government 是现在，就是讲已经流亡啊，传言是台北。为什么迄个台湾关系法，迄阵就是中美所谓中美啦，中啊关好断交，了了台湾关系法嘛，好你台你即、這个，咱台湾即个流亡的即、這个中华民国，通过生存的，就是因为即个台湾关系法嘛。迄阵开始就变成迄个中华台北，中华台北就是讲即、這个流亡的中华民国，吼、哦、政府在台北叫传言是台北。你看，人拢媒体拢甲恁讲，是你唔知影哪知影这解说来由啊，对不？那甲你讲伊在尔啊，因为1949年就失，就已经败国啊嘛，亡国啊嘛，啊流亡啊，啊你流亡政府，
你是啥物有啥物权利要去共占领啥？还是美国因为你代占领，互你阁生存落来？还是台湾人、台湾人较可怜尔啦，叫拢人操作。啊，想到这样，你有只硬气？你来看嘛，啊是为当时开始的。啊，请问，迄军事占领甲共和制有啥物无共？因的区别是啥？为什么迄个流氓政府就一直讲是光复节？因是凭啥物讲是光复节？有人会当讲未？在座有人会使讲未？共和节是代表啥？台湾是你的，我光复嘛，因为我收复领土嘛。啊，这个军事占领，军事占领表示讲，啊，这个不是你的，是你去讲占领尔。你知道我意思无？你代占领啊？啊，那是讲是光复节嘞。因为他刚被古金双和平条约加加清楚，你是占领，你是代美国占领啊。啊，你那讲是光复节，啊，请问是，你甲我讲哪一个条约说你拥有了台湾？哎，你把那开罗会议拿来骗人，哎，其实会议而已，宣称你啊，我爱讲我就别讲，我不爱讲我白讲，我欢喜讲就讲，啊，你这就是宣称你嘛，哎，还讲法律效率，哎，改讲。只是能够把你视作哦，你们之间有一些某种的哦开会有若干的决定呢。啊，哪讲没法律的，是在法条一条一条规定清楚嘛。条约才是法条，它是最高层的。哦，所以大家要了解。哦，所以伊家是一种迄个主要的啊个代占领这种关系呢嘛，即已经给你写得清楚嘛，主要跟带领嘛。哦，啊过来伊讲，啊到底是上占领我啊，就美国嘛。哦，这边。的那个 United States 哦 ，Military Government 哦 ，USMD， 那这个旗也伫遮吼，占领旗伫遮，啊，这是美国的国旗，大家知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是咱台湾民政府的旗啊，啊，这日本啊，大占领，啊，这就是证明啊，别抓下乌林，吼、哦，啊，今嘛要讲讲吼，佫剩差不多20分钟，我来讲咱要进行的这条路，我大家讲三支剑。啊！你个动作太多嘛，会使啦。若要用泼的，你个即个泼无要紧。我无讲笑的啦吼。咱嘛是爱用智慧吼去讲去治理。咱个伫石米剑就是咱个军，就是吼先甲恁即个台湾论吼，先台湾论好好甲读吼。啊，即个军个扎根，啊向上就有结果。啊，咱就一只结果啊，树叶啊，吼，咱就是一个枝叶，咱就树叶啊，啊树叶还有新陈代谢嘛。咱就是有专业的能力，你有专业的人奉献你的专业，专业就是为头甲尾你好好个研究，迄就是你的，就是你的专业，吼、哦。啊，但是有好的人，咱就维护伊，啊，咱做甲退居第二，咱是为了台湾民政府，咱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，啊，所以这個新陈代谢其实理所当然的。卖讲我今仔日我是主管，啊，那么我即马那边伊下属，咱唔安尼想，咱是伫促进这个团体的进步。哦，唔是讲我甲尾讲我家己做官尔哦，我来不咧插别人哦。咱即嘛是主要是台湾民进党，咱为的是台湾这个土地人民来设想，咱唔是为了自己的权利。你安尼有一个觉醒，有一个概念，咱唔是中国人迄种的统治的方法，请你觉醒吼。啊，咱袂使贪污，你啊贪污哦，就得去整啦，我绝对甲你清杀的吼。通啊，所以你咱要有好好的管理法。你要甲你的迄、那个下骹手人管理嘛，甲讲你袂使贪污。这就是你要利用你的管理的技术啊！啊，到底管理技术要安怎做较好吼？咱有一个迄、那个，那么有时间表啊，美国嘛有时间表，咱按照美国的时间表，咱来直接就是进管，一项一项来吼。即嘛是到迄个旅行证件吼，咱就是真欢喜，咱会使办这个旅行证件。这个表示啥？咱要积极啦！啊，你有啥心态？咱先来讲这个黑人的计程车司机的迄个故事吼。我今晚要讲的这个故事是意义很深远，啊，家己等下你去想这个意义存在嘛？这个黑人吼，黑人好，你感觉是啥？有人会使甲我讲没？在你知道有黑人这件事情，你在你的内心感触是什么？有没有人可以发表一下？我虽然我今晚是江苏，但是我江苏无讲较好哦，我嘛爱靠恁吼，哦，阮进步的力量。啊，你嘛无甲歹哦，还是你今晚来学习，下摆你可能会比我较强。我若讲无去学习，我可能就嘛无要紧。啊，我无不足嘛，不足我就来拍拼嘛，这也无啥。啊，虽然讲上帝嘛，我一张批讲我食，我生骨气。啊，是毋是你都要学游去啊？我都卖搁管家己啊，
袂使，伊甲你讲，你爱照顾，你着好好去照顾身体就好啊。啊，人生本来着一步行嘛，一步行啊，一步棋嘛，对不？啊，遇到啥物困难，咱着去甲解决嘛。啊，你也无可能世人像迄连战安尼含着清汤匙，啊，生出来着较侪财产。人家中国人哦，啊，要讲靠一挂对啦。啊，咱毋是迄种命，咱一步一步落来。吼，啊，咱希望咱台湾人阿爸嘛是当每一个人含清汤匙，迄落啊靠咱台湾民众都每一个人拍拼。你遇到啥物困难，你有解就解决这個困难的能力，吼。我讲计程车司机就是讲吼，这计程车，这个黑人计程车司机哦，伊都敢还开计程车啦，伊个社会已经有看袂起嘛。啊，有一届就是去载到一个一对的迄个白人吼，啊，一个妇女人佫带因个白人个幼囡仔，啊，坐计程车去撞到伊啦。啊，幼囡仔都毋捌看过黑人嘛，我就甲倒问大家，你对黑人感觉是啥嘛？啊，囡仔就是一张黑白纸嘛。伊就讲妈妈，啊，这个黑人遮黑是毋是歹人？伊就把坏跟黑划等号。啊，若准你是人的妈妈，你要安怎讲？除非你有种族歧视啊，你讲的一定不营养的嘛。我就是讲，啊，你安那想法？你安那甲恁后生讲？伊安那讲？讲哦，你知影咱花园吼，拢种遮侪花无？互伊了解，你实际物件去了解。啊，这个花内面的籽。你看，你花拢开到迄个五彩缤纷，对无？有各种个色彩，伊拢遮水个，吼！啊，请问伊个籽是毋拢乌个？所以你袂使看人乌个物件都是毋好，啊，因囝一知就知影嘛。啊，人计程车司机就即感谢讲，安尼无共阮轻视着，你是唯一互我感觉讲哦，我有自尊个人，吼！这是表示大家，你也要甲人互动，也是要管理，你也知影迄、那个。对咱较不足的人，还是讲伊可能对咱有伤害过的人，还是讲伊可能讲杀人有冤仇的人，啊，你要安那甲管理？我你的财政伫倒？我嘛咧讲我家己到底我会巴肠无？啊，即嘛人甲我侮辱了，我会去恨这个人无？啊，我因为去恨这个人，啊，甲伊拍官司，也是讲我去怨恨伊，啊，我去遭到人的迄个限制无？你有想到无？啊，你要找道路是要倒一条？你是要原谅对方呢？啊，是讲要甲伊相拼，啊，是要看伊落济，啊，你他妈欢喜甲要死！我拢有想过哦，因为人性就是在这里嘛，我都有想过，啊，我有遭遇过，啊，我要怎么在台湾民政府这个地方？因为我们是走入政治哦，政治这个条路哦，大家拢知影，你就是要有谦卑的心，啊，你头脑要很清楚，啊，不然你就叫塞拢去啊。嗯，台湾民政府有很多那叛徒啊。啊！你干嘛一句话就叫我塞落去啊？你的法理你认清楚了吗？我都跟你讲，日本人好用啊，美国人好用，安尼就好啊。因他们有资源可以帮我们台湾，为什么不用？咱国较白啦，我们说的就是很直接的嘛。啊，你们两个人要当老大，那我这做谁？你是不是爱给他叫过？哎、欸，同样的道理，就是日苏美战没有第二条路了。啊，美国为啥袂使台独？啊，这个一撮故事啊，等下有闲再搁甲大家讲。我今日咪讲，你有啥物能力去占这个块？我甲都有讲过啊嘛。你甲迄个这三项，好好放点辛苦的。啊，计程车司机伊有后生着无？啊，伊后生走去公园啦。啊，有一阿叔咧陪气球啦。啊，唔是啦，咧陪生，咧做生理。啊，心情无好就放气球啦。啊，常常拢咧放迄个彩色的，伊就走去甲迄阿叔讲啦。佮阿叔，你为啥咪放乌球？你乌色，你那球拢无乌色，你是安怎呢啊？是咪你安怎？啊，伊阿叔是安怎讲？比如讲哦，甲弟弟讲哦，啊人的价值哦，是这个头脑内面底线，啊气球会飞起来是气球内面底线，绝对唔是讲伊外口是问啥物件。啊，我自头到尾在咧讲黑人，我要讲啥物意义？那奥巴马是黑人呢，那有气魄无？在迄种社会，伊嘛咧拍拼落起来，啊，搁历代遐侪白人的总统，伊是安尼对待咱台湾？人即马奥巴马，伊要认真来解决咱台湾人的问题，伊比历代的即个白人的总统更加厉害，对不？咱是毋是爱甲鼓励一下？咱毋是爱甲拍破啊一下，对不？是毋是？所以咱爱支持奥巴马对咱台湾爱他的承诺，就是第一年来爱甲咱台湾即个国际的地位，吼，长期以来的问题拢爱甲解决，吼。我知影。有人对美国
好了，这个蒋介石代志咩，这委屈嘞，啊，这气的。但是我大概讲过去代志，咱甲袂记哩。那阿伯要做啥，阿伯再来讲。咱起码爱专心专意支持台湾民政府，嘛将专心专意去支持美国。起码时间表，哎，安那做，咱拢对人安那做，莫阁弯曲啦。迄毋是，哎，那是不归路。日苏美战就是一个完整的道路，它就是真理了，没有第二条路了。吼，老公大脑运作，大概怎样嘛？起码我咧讲话，我安尼你有接收起来，啊，你有把迄个储存起来，啊，分析嘛。反正我讲的对不？你袂使照单全说嘛。啊，中国人拢叫你照单全说啊。啊，拢甲你讲，啊，你要甲你控制啊。我安尼讲，你就安尼做嘛。伊拢知影这套的嘛。啊，输出嘛。啊，讲安尼出干占卜，讲安尼话话聊聊，啊，就别好你洗脑嘛。啊，这套的大家知影嘛？这套的才好用的，中国人拢知。啊，拢用这套的，啊来甲你洗脑。你能够跳到这边去，等下我甲你讲者。你制造这种假历史，甲你生脑，伊拢知影这套的嘛，对不？来，咱回去看这个吼，这要是要去，因为我前几天吼，还佫剩十分，前几天去迄个德国，人看了德国人的进步伫倒，咱来看人是安那，迄个德国双轨制嘛，伊咧学校内面头两天的时间，第一迄个企业嘛差不多三四天的时间，那企业甲你的学问合共同。啊，来实现，吼、哦！哎、啊，建构伊这个企业，伊迄个经济的迄个效益吼，啊，你的力量出来，啊，甲迄个学校来教育，吼、哦，专业起来，互相啊来配合，那迄进步是伫多。啊，这我是我咧经过因的一个迄个博物馆吼、哦，啊，伫外口因咧教囡仔，用现场那个历史，吼、哦，啊来教他像小孩子。啊，你知影这是啥物艺术无？这一个是讲，迄、那个因咧纳粹吼、哦，人被二次大战被纳粹德国屠杀嘛，犹太人嘛，啊因吼、哦、深切的检讨，啊甲因咧占领的土地吼、哦，啊甲房子拢害因，啊等因咧厝的外口吼、哦、做这砖啊角，纪念这个犹太的人的记录，伊的名啊甲伊的属性，记得加，这是那个人行道。啊，这是犹太人纪念馆，人家不避讳，那完全从历史里面彻底的反省。来，这个德国这个影片吼，哎，那有闲帮我大家看嘛，因这马路都很干净，啊，这是因的迄个电车的轨道，即种电线，你看人个哇清气嘞，吼，这是要大家讲一个重点，就是讲人做会到的这个修养甲建设，啊，甲教育。人台湾人讲做袂到，人来去学习去取经，你知无？啊，个人迄再生能源，你讲他很多的迄个旅行，还是讲迄个旅游的所在，拢有这种大型的这种分类的垃圾分类的这个桶子。啊，你看再生能源，啊，讲伊这风力，这我得行车当中给翕起来，这嘛是。那个台生，你这个可不可以把它放映一下？这个点一下。这个影片点一下，我要跟大家讲吼，伊在高速公路内面，一片拢是这种的太阳能，你知无？你看哦，你有感觉有遮长的哦，搁有哦，我是片段而已。人是安那去运用迄高速公路啊？这样可以了，来再跳回来，吼，人是安那去利用这个再生能源，太阳能、风力，啊，搁有人收集风力吼，因为大楼吼。迄、那個、夏天哦、喔，迄拢免冷气哦，因为伊个冷风吼、喔、收集起来，啊，就大伫人上班的时阵，大家即个冷风放过来，大家拢哦，天然的风呢，免这种冷气的风嘛，免开钱呢。人再生能源是安那做的，啊，个人来柏林安那做哦、喔，因咧建筑部即卖拢合乎即个再生，即个能源政策，无你袂使去，伊拢去蓄水，迄、那个雨水对无？因有一个窟啦，大窟啦。唔是讲困难了，内面还阁有遮侪机器的，总共100%内面有40%是咧储存的，啊30%伫充电所，啊阁另外30%是伫饮用水，因咧是物件会使安尼循环利用，人是偌厉害咧做，啊阁然后有创意的思考，大家知影这些无？这就是咧瓶瓶罐罐、玻璃罐啊、加迄个塑胶罐啊，伊是用这个机器放的，啊那玻璃罐咧，甲你感应，就上后壁，啊那塑胶罐啊是从头前的。
爱甲你感应了，你这会使回收，伊才有一个电脑无？回收几欧元？我迄个塑胶罐啊吼，回收0.25欧元，那几欧元等于是10块代表，安尼我省10块起来，即个10块你就当在即个商迄、那个商店内面去消费，伊是安尼循环去利用嘞。好，你即个权利伊收集，啊个利用，啊个你利用我遮来甲我消费。啊，有一张单，我叫一张单，有看无？啊，就0.25欧元，人安尼的进步。啊，这是因飞行船早期的啦，吼、哦、啊，这是因的迄个日晷吼、哦，这是一般的迄个时钟无。啊，用这种日晷方法、天然的方法去算，只要你时钟坏了，你可以看你现在大概几点，然后有创意的想法。啊，你这骑这个厕所，那个台生，你帮我骑一下。我看看，可能就很简单了。公共厕所，大家拢即惊公共厕所，迄坐迄马桶吼，垃圾无细菌无，伊即个清洁剂拢伫内面呢。啊，伊洗一淋哦，吼，安尼会使。伊洗一淋哦，甲迄个拭起来。我一看讲，其实这简单嘞无，但是咱平常有想到无？哦，我一看了讲，哦，变数，我甲翕起来。因这吼，我这甲讲。冰山的一角呢，因遮侪创意的物件，你也要甲记录吼，你记录袂完。我即马就是大家有一种想卖点，你也要去接捐款哦，你要有创意的想法啊，你要有管理的能力。吼，我现在只是吼做一个点，让大家去思考。你不是说台湾论，新台湾论一定要读哦，这是你的根哦。啊，过来就是讲专业，啊个管理嘛，我即马是咧讲管理第三支剑。啊，你的专业就是你回去，甲你即马感觉好好，也是讲你即马要研究啥，为头壳要好好甲读，好好甲研究，迄就是你的专业。啊，这三支，啊，你要甲当作菜刀嘛，会使剑嘛，会使啦。啊，咱毋是当作菜刀剑嘛吼，人要甲你小台，还得摕出来呢。表示你有能力，你有摕出来甲人拼嘛，对不？因为还够超十分啦。这就是吼，迄个小明目善行哦，伊在迄个三月时阵国际班，我甲。浓缩哈，大家听。伊个天照大神有故事啦吼，天照大神是他们的，咩讲？日本天皇吼，因迄子孙呐。啊，即大国主神，即大国主就是迄个建国的神呐吼。即有一套故事，伊就讲吼，伊讲伊啦，哎，他很谦卑的，听他教导。伊讲你啦吼，是那个奥西哈库阿挂啦，伊的国度啊，伊的国度是奥西哈库阿伊吼是希腊库希腊族。啊，希腊族跟迄个奥西哈库是虾米意思？即、這个希腊族就是讲，我天皇委托你即个政务官，哦，人民去受教育，增加的道德跟他的迄个教育的程度，可以知道知的权利，这就是重视人民。我唔是甲你人民当作啥，就恁中国社会，应该迄个奥西哈库就是甲即个民众吼。甲迄个当作戆呆，歹甲教育。啊，你是我附属品，我要甲你拍，啊，要甲你呆，啊，是要甲你毒，啊，是要甲你抬。我欢喜甘愿啊，你就照我安尼做。啊，你来看，因人民就是甲目睭，甲迄个目睭灵甲剁破，伊就是民理嘛。你看，伊这民理都无目睭灵嘛，无你看清楚嘛。你敢若看清楚，甲你剁烂。迄个因就是一坨就是安尼嘛，丑陋的中国文化。你知影这个故事是啥？这图是啥？你看日本嘛，一世万代，因天皇第二代敢有去用推翻？你看因各个国家，神圣罗马帝国，罗马帝国安怎，拢去用推翻过来？啊，这道理是啥？我即马做官做王啊，我伫插潲恁，我讲较歹听，要把粗话出来，我要插潲恁这个人民创啥？我要甲你抬，我要甲你挂，要甲你吞倒，我欢喜。啊，你因我啊！人民不满，搁起来，我搁做王啊！赶快搁对因下骹手人，咪是安尼啊！一代换一代，拢赶快换汤不换药嘛！啊，人日本是安奈，一世万代，从头到尾都是善待人民，把人民当作爱民如子，当作因是因的一代吧，因免那个推翻。啊，大家有干错无？你要去管人嘛是安样呢？要人性化管理。哦，这我拢个大家讲过啊，做官的心态嘛，来钱摕来，啊，你比三万。三唔是三万哦，三千万跟三亿哦。啊，恁人迄欧美是安怎？我纳税人的钱呢？
我面包落个口口，我嘛来个扣起来食呢。啊，若中国人讲你换一个切草的，你陪我，我甲你顾，啊，毋是拢是一种文化。啊，咱 TCG 呢？我咧讲啦，我正经唔对，你著甲我讲，无要紧。啊，但是你要共讲的时阵，你要有技巧。吼、哦，这咱修养的人就是安尼。啊，你直接讲，甲不能讲，啊，莫做这种的背后的，这拢是中国人的文化。啊，攻击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无就告中官啦，啊，无就媒体来出声，啊，无告互你死安尼，互你赔较侪钱。你看，这心态是有好无？人较早，阮台湾人爸爸妈妈甲阮讲，国家围困嘛，袂去告别人，因为告两败俱伤。啊，你毋是北屯较大，你就是好无？你就好，大家好啊，坐落来讲。咱台湾民政府就是爱顺应这个马斯洛嘛。你即马中华民国就是讲，你连安全都无好我，你生理的需求，啊，即马生理需求讲，好我食喷啦，食喷油啦，地沟油啦，啊，饲料油啦，即马连生理需求嘛无安尼。啊，关键政府是要来维持落来，我感觉真奇怪呢。啊，即政府讲唔走，搞因哪敢安尼干掉？啊，是咪咱台湾民政府每一个人拢爱即极强的，回去落去困啊？啊，做枕头啊！你台湾拢那摕来困，看呢，毋是困哦，看甲困是无共款哦。吼，你都爱我自我实现啊！我来台湾民政府是要爱自我实现，啊，有一条路才站着，我著要爱去甲完成，要甲建起来。我是要来更高的，毋是来坐轿的。我毋是要来做啥物王的，我毋是要啥物职位的。我是要来更高的，我要爱自我实现，我有我的理想。你来遮嘛，有你的理想。大家爱遮清楚诶，人性化的政策，爱想爱为人设想，毋是为你的官位设想，吼。啊，我要来先，咱来先来看这个影片，好无？啊，我来影片来解说一下，安尼，咱今仔就差不多这课程就结束。我较好解说吼。那为这个影片来了解吼，一个团体是咩样来管理？公司一个组织拢是安尼吼，这是真正好、真好的例啦。拄啊开始一个挣扎嘛，咱台湾民政府拄啊开始嘛，无啥物资源，啊嘛有遮侪负担，啊遮侪使命任务，啊拢有一个人去担，啊这个人就是咱的秘书长，一开始就担咱台湾人这个很重的这个负担。啊，但是慢慢咱有一挂成员入来啊，啊这个成员一半样。扮演的角色是什么？哈，好，来，我问大家，你是不是这个？你每一个人是不是这个有好路的人、斗经的人、斗帮忙的人？你是不是安尼爱家己变力，家己是安尼的人？但是你知影，还有其他的人哦。好，这个人是怕拉凉，嗯，啊，我就单头路就好啊，嗯，啊，我今嘛无咧领薪水啊，我为啥要来奉献？啊，怕拉凉啊！虽然伊对这个团体无啥物作用帮忙，但是伊嘛无迫害着啦。啊，你看咱即卖人拢在单头咯，啊，你有咧奉献无？啊，即口人是要创啥？即口人互你制造麻烦的啦，啊，甲你边啊，甲你塞弄，甲你迫害的啦。啊，你有无？咱台面上有这种人哦，不但怕拉凉就算了哦，佮甲你辱后卡，佮甲你伤害，甲你迫害，吼！啊，搁直接一盘刀，甲你进行，甲你背道而驰。哦，啊，你看，啊，秘书长唔只艰苦诶，排这个单已经只排排啊，你搁只破坏者，是毋是？哎、欸，是毋是？还有人出来讲话，是毋是？啊，无你团队要怎生存落去？哦，你看，啊，你叫是你甲我拍，啊，我甲你拍，嗯，啊，你是毋是乱吵吵？啊，是毋是这个？这个主要的领导者爱出来讲话，就伊爱出来讲话，这应该要做的，但我也蛮服从。你看人哇，好如这关着，好、哦、来，你讲我，开毒，破坏者开毒，啊，你食咧怕拉凉的，他妈食咧麻烦制造者，拢爱落来甲我斗经，这够好灵的这个组织啦，啊，恁咱该进步啊。咱今进步啊，要搞迄个旅行证件要出来啊，大家搁较拍拼一下，这才是重点啊！你来遮的目的嘛，啊无你干要单头咯？啊你毋是这无意义的，啊嘛是为家己的利益。
啊，毋是讲中国人迄套，讲我定只要爱钱尔，爱头路尔，啊，伊拢无要付出。即无，即个吼，大家有一个脑筋的迄个感受嘛吼，然后再应该快结束了，来，那个再下一张吼。啊，就目标四步骤嘛，设定绩效目标，达成共识，啊，再沟通，沟通解决方案，方案然后啊，再来考核，啊，考核，哎，你有啥物赏，还是说成，还是说奖，吼啊，训练发展，啊，大家公平嘛，吼，最后大家做一个迄、那个一个了解，咱要去共管理哦，唔是共要单头路尔吼，吼啊，这就差不多结束啊。这白痴的啦！啊，下一章的意思是讲吼，哦，这循环性是教导式的。我意思是讲，我这也讲无好，啊，大家甲我讲，我来进步哩，进步，吼、哦，我无够较好，啊，你嘛无够歹，大家去互相拍拼，吼、哦，安尼，啊，这个是有终身学习七个面向嘛，啊，你要改变，吼、哦，爱甲人安那伴暖分享，啊，甲人会晓做代志，啊，会晓帮助别人，啊，要安那发展，吼、哦，然后爱吸收知识，这个大家吼。哦登去，好好去了解，你要爱台湾民众要内面，你需要啥物爱做的工课，吼。啊，再来讲，大家平平拢在做，安尼拢在做，啊，你安那做较好，吼。啊，你家己有一个概念，有一个想法。啊，我今仔日确定讲完啦，半，啊，大家休困，吼。多谢。